可以抓的呢，他可以抓的。<笑>有，我感觉到了，我的感觉还蛮准的。<笑>不愧是平地六感。我刚才说，有人说可以抓的，我说可以抓的。这个感觉猎人是真的蛮准的，虽然他是。<笑>他的尾巴在他的尾巴后面。 有啊，我们常常左脸右脸各拍一次的啊，常发生啊。左拍右拍上拍下拍啊。对啊。原来每个龙都不简单啊。所以我就习惯了，有人上去我就下来了。但我现在也是看到有人上去，我就会先下来。可是有时候对方也会跟我想一样，就一起下来。对，然后一起下来。<笑>所以我现在就是。 转化留给你们了，我就是前面用个石头出来就不上去了。我在这里，我捡到。嗯？谁又标记我？哎呀，真的是火龙铁脸。这是啥？ 他说什么帽子的模？没翅膀。那就下一场啊。下一场啊。他说好像是什么长马尾的模组吧。没有，那长马尾是更早之前了。晚安。拜拜。就睡吧，你们俩要上班。对啊，他说贴在 DC 啊。不是啊，啊，我就说我不是要长马尾的啊，怎么贴？可是长马尾的话题是你在洗手之前的话题耶。是吗？好吧。是吗？ 我想说，他写说天下第一期啊，然后我说奇怪是他吧。哦，掉落物亮亮啦，哦，哦，看一下哦，下载。哎、欸，我好像剩那一次，剩最。没关系啊，我还有啊，只是你的奖励比较好啊。我是要先打你们的啊。 先把他的那一场打完啊！我先接了。就差钢翼而已，比较好打吧。我的是天灵哎、欸，我一个是残爪天灵跟雷狼天灵哎、欸。哇！我的听起来都比较难吧？我先去看一下。现在奈斯不在，少一个输出吧。对啊。 等我一下，浏览本地档案。我去喵喵看有没有出来。啊，你不够任务了吗？有啊，我只是想去看晚上有没有出来。看什么？那个鱼啊。哦，神带鱼哦。你要找那些可以找我啊。<笑>我超强哎、欸。好。没有啦。我有用探索、啊。哦。 你没吃那些真的就运气啦，好，只是我是还是要运气啊，只是提几率提升很多了。没有。哎、欸，我怎么看繁星脱离就会走？对，我也看到了。我测试看看老花眼模组。 因为真的看不太到，对啊，很脆哦。苹果还是打了。不然你等下重开个集会所好了，不然我这个集会所还要密码麻烦。不会啊。<笑>好啦，来我的了。要不然等下有人要加进来，还要有个码。我看完就过来。
掉落物不是画面转一圈没看到不捡就没看到就不捡了吗？对啊，就是一直找找不到就放弃了、啊。哎、欸，我超喜欢 Icebone 新的登录画面，狗嘴一堆长得像猴子的老鼠，自己建立完毕，确定。然后那时候也测试，就是说，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因为那时候刷到温泉金猴，就他们来我集会所，不不，来我的任务里面，什么都没有。测试看看，我先上厕所。好，没有。躲在这里。高速回来，厕所。我好想说，高速回来，甩了一下就出来了。厉害了一下。哇，这光柱也太亮了是吗？不是，太明显了吧！我的天，那我来看你的台。你知道它是一个很像冰锥插在地上吗？哇，这可以耶！哎、欸，真的哎，很冰锥可以，太明显。嗯，真的是怕没人找到哎，不怕没人找得到。好了，我来了。可以来我集会所的来了塔那里哎、欸、啊如果萤火那一套如果是打属性以外的可以穿吗还是就不用了就不用了吧我今天是属性因为就打属性当以外的啊哦，就不用穿了、啊。哦，好好好好。你教主那边天气什么时候、啊？晚上。我怎样？晚上啊。怪怪的。好。怎么怪怪的？没有，看起来不太像晚上。看起来不像像晚上。金火龙等魔物，今天有天之龙票吗？他好像每个礼拜会有一张而已。哦，那就是。我根本没有今天的登录奖。金丝秘境。啊是人一次理解哦，反正监视灭金龙奖励都很惨。我的也差不多，我的其实都蛮好的，可是都是两人的。对啊，是，我的也是啊。那是比较惨，跟以前差多了。你那边有残爪龙的力战吗？我吗？对啊，一定有啊。我说打个力战残爪，没有的话再来打一般的调查。虽然刷天灵调查比较好拿。但是我有任务是要刷三头力战，力战中那个怪物。哦。先把它解掉。没有，算了。来看雨。嗯，
冰火打完了吗？还没。啊，你不是缺钢翼吗？哦，对啊。可以啊。继续打、啊。等我，等我。我想说，哦，你接冻伤了，你是接今天活动任务、啊。哦，对了，我还有一场。啊、哦。我有两个活动没有接，然后等你们来收拾。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用餐。等一下哦。奈斯有没有在挂台？我们少一个。我已经打奈斯加加了。我也打啦、啊。没有。啊，那就没有。那我回去开了。奈斯啊，你这样很不奈斯啊。糟糕了。不奈斯的奈斯啊。嗯 ，nice， 你这样不 nice 哦。而且我刚竟然打拿龙属性再打他，我的天，可以打萤火龙，可以可以可以。早上，哦。宇宙征服，超级八，水属性拿了拿了拿了，还六百多哎、欸！我天啊！我想说你要征服宇宙了，厉害，厉害吧？我征服宇宙的人都不简单啊！我不要，我不要秃头。我们家有秃头死，我很怕。哎呦 ，nice 打字 ，nice 打字 ，nice 打字。开了，来等他。那等你。那等他，我去采花。那我去打吧。哎、欸、还是先陪我打餐桌好了啦。欸、可是他接了哎、欸。好，他接了，好、啊，那我去采花。拜拜。你说 SP 去找谁练那个啊？金之龙人票。找那个猫婆婆啊，就是炼金的猫婆婆。对啊，啊，用道具炼金，第一个。道具炼金。最后一个吧。第一个。金之炼金票有没有？还有一个 SP 可以选。哦。啊，十张 SP 可以炼一张金之龙人票。我可以炼七张嘞、欸。哇，你到底多少张而已？你好扯。我啊，就一直采草哦。然后我四级洞的珠子就一大堆啊，我都垃圾珠子啊。那我先，祝你踩到直升学士的珠子。没有，我先要来。对啊，直升学士啊，厉害吧？差一颗就等于四颗。哎、欸，你们两个在干嘛？布布。布布。我不，你在对点点干嘛？不雅画面，真的很不雅。看起来，等下我去弄一下黑猫退款。DN 九力，下一步。N C 7 U， 下一步。
嗯，查看内容。Nice 来了吗 ？Hi。Hi。没关系，我们还可以再等一个，那个再打。采草。啊，我们就采草啊。啊？我想说你跑去采草。我刚去上厕所。我现在在蒸汽机。我取消啊！订单管理，订单，黑猫。宅急便取消预约。现在是在等我们的意思吗？你好大的官威啊！是，别人跟我说啊。抱歉，无法线上取消订单。OK 了，结束。啊，好了，我走了。哦，走吧，走吧，抱歉。我发现你在等我。滑手。在玩他。啊？什么？没有，我刚刚到右键了，然后他取消准备。加网路，由客服进行。哇，明天要早起，打个电话取消客服预约哦。他晚上不能取消吗？下午的时候。打死。嗨。我丢包了。嗨。哎，第三个地方可以。HTT 哟、哦，直接飞回去。飞回去就好了，走干嘛？我没被丢包啊，我可以去拿。他没有开。今晚安。
门口等你们。好。别走。嘿、hey, ，轰隆大惊哎！各种大吃，真的。我的轰隆好像没有大惊哎，要不要打？看你啊！我是都可，我都可以啊。来啊，打啊！35分钟杀两只啊！走，走。红哥是跑掉了，快高速猎轰！就有点困难。没事没事，我们相信奈斯的机运效果很猛。好，可以。没有没有，我没有带专门打虫的那套。啊，错赛，错赛。好，刚在洛斯那边吗？现在有萤火足迹。这真的假的？我有看到了，在哪里啊？斜坡。哇，他跑那么远啊！哇，这红红真的很大只哎、欸！哇，恶劣哦！我们先开打，然后跑掉了。我已经在打了。好，我就在洛斯区等你。可以吗？那个不是敲过了吗？啊，我走，还没啊？不是啦，这个才可以吧？对啊，刚没有落实。另外一个刚不是敲过了？敲了，这个没有。对啊，啊，我隔壁刚没人啊。啊，我想说奇怪，那个还没敲。然后我说我开场就是我敲落实的。对啊，所以我是说节操啊。哦，我想到另外一个明明可以。有人睡了，我睡了。哎、欸，你的超级八好像没有回到我哎。我睡了。好了，快丢起来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讲话不要那么恐怖啊。这边石头就一大堆，气死人！对呀、啊，那个场地真的很烂的，那个秘境玩家。我在想，可不可以钻那个嘲讽衣装、挑衅衣装，把他引到这边来，把萤火引出来、啊。对啊。我看我动，我动好快、啊，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确定。奇美珠爆弹，我去你的！我要去了，可能有波期待。我比他还早去，他却有可能。好好，我刚躺在地板上。打你手手，打你手手，软你手手。哎、欸，他爆弹，爆弹！烂，看不到目标以外的伤害。哦，差点点。哎，别跑啊！哦、
我觉得等一下打巨魔之地，我应该会觉得很炫彩缤纷。你是说掉落物吗？掉落物五颜六色哎、欸。刚不是看到是绿色吗？欸、现在有红色跟紫色的了。红色跟紫色的？没有，我的掉落物的光柱啦。对啊，我说什么光柱的红色跟紫色的？他不知道为什么颜色会不一样。哎、欸，好快哦！那去抓吧。我好好走，捡好石头。我捡好了。北七哦，这是石头的光柱啦。会有光柱哦，啊，你捡过的石头跟没捡过的石头光柱颜色又不一样。不是，石头光柱就是紫红色的，那个掉落物就是绿色的。哦，好不习惯，因为以前石头不会显示光柱。我会去补的。赶快，补什么都可以，赶快。章鱼之安安，我来了，来了，冲！可以啦，真的时间不够，出钩爪就赢了。厉害！又很激动？没有啊，这么早去也没意义啊，又不能开打。啊，你可以先打。走了，我们要至少等三个人嘛，刚只有我跟 Nice 哎、欸。有，应该也不算下一个区域吧。哇，丢他！是不是？要死的人记得穿短身啊！好的，丢了。阮伟，我来啦 ！OK。哎、啊！我怎么被打下来了？因为刚刚好不容易，然后上去了，所以他会判定我还在上面。你在阮伟？啊，我刚刚……我不是说我要阮伟了。在你说之前，我已经上去了。啊！你要讲啊！啊，你都不开麦的啦，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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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啦。算的啦，我要死了啦。哎、欸，啊，好，等。我刚看节奏不动哎、欸。没有。我刚看大家都停住哎、欸，是我的问题吗？没、欸，不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的有点绿，回来就这样。我刚想说繁星没有死啊，没有看到你死了。没有看到我通知超晚才跳出来的、欸。对啊，我想说没有死，你怎么说你死了？怎么判定失败？转过来，我骑下尾巴，不要上去再讲哦。啊，算了算了，没差，开心玩，不要有压力。哎、我麻啦！
不要轮他尾巴。不软了啦，每次软都死掉。你们沟通一下，只要软。那我软了。可以撞了。哎、欸，怎么直接开了？他转头、哦，他转头，对，烂，我是不是水逆呀、啊？做什么都不顺呐、啊。哎、欸，可是怎么了？你刚刚看是不是也怪怪的？因为我刚看的时候，他已经是面对我了，所以他不是在墙上。我刚看他，所以你看的画面，他转头，他脸侧着在墙壁边。哦，好恐怖哦！是不是水逆啊？好消息！哦，好，不是啊，不是解毒剩一瓶，忘记补充。哦，好，我粉没了。什么粉？汉哦，那、啊、还好啊。然后汉方粉尘没了。有。我尝试。我可是我水逆哦。没关系，我用麻痹。我来。我被他吞下来，我不行了。我已经那个发射动作按出来了，他还是把我吞下来，我霸道。我突然出现在尾巴旁边欸，我刚看你在头上欸。对啊，我明明在头上，然后突然在尾巴旁边。我觉得是节操。我就节操，所以不是我水逆。我知道。现在集成面对面。对啊，萤火啊。看你在他身上，结果突然就出现在尾巴旁边。对。你是瞬移耶。我看一下哦，4:32，好，先记一下时间。我软一颗石头出来，这边有点多石头。要下来了，好恐怖！我刚刚，好，先记录一下4032，好，又有精华可以捡了，那就精华标题，哈，哈，刚我捡到，阿雪自己，你就讲个说可撞就好啦，刚我捡到。也是啦，等一下，现在有点危险。我没粉哦，我刚抢哦。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弄呢。所以我现在不敢上去啊！我上去的话，如果你们出事情，谁来救你们？对啊。像刚刚就是我一上去，我不能救我自己啊。他回避了，回避麻痹陷阱。没有啊，他没摸到啊。不然就是你的伺服器问题。摸到，摸到了。来了。我在起，我在起。啊，晕了。我的火盆，车爆智慧罐。不用傻啦，生着啦。如果我再死掉的话，就回去了呢。哎呦哎呦！不要怕，各位，我们至少有大金胸那个轰隆，不要太悲观。哈哈哈！好，怎么回事？他假摔下来了。假摔。晕了。我来了。快快快！好了，换我补你了。来一个，继续。你等一下，只剩地洞陷阱能抓他了哦。你看，还习惯。
榜还没爆、哦。我软下翅膀。要刚毅的话，要赶快爆翅膀。哎、欸，爆了是不是？有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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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太壮了。哎、欸，左翅爆，右翅没爆。啊！我被剑那个该死的。哎、欸，不要打架、哦，不要打架、哦，好好好好。没有没有，我下来了。哇！抱歉。你这垃圾！对不起。不是你。有有有有有。孔明的陷阱，不要再尾巴。我要打另外一个翅膀。翅膀爆了吗？还没啦。他不是没爆，左翅爆。好好。有了有。软了，软了，软了，软了。啊，那是软。没有，那软了啦。吓我一跳，我想说爆了没显示。我要上他的右翅。预备中。有了。这是冥冥中会回来的陷阱地耶，软子。啊，我抓到他了。哎、欸，他没抓到我。哎、欸。哦。怀疑。不会啦，因为之前接到装模的，忘记移除。魔物只打得到他，打不到我。然后重点是杰少打两人血量，然后我打魔物完全没伤害，这是最好笑的。他到底什么烂魔？哎，可以抓了，可以抓了。那我放没问题的话啦。血量够吗？我先闪，不是啊，我先丢这个。啊，我被打飞了。完了啊，旁边！哎，有抗性了。没有，他那个还没结束。他根本就没飞到地上啊！好，结束了。哦，我晕了。哇，他不下来了，都下来了。就90秒，90秒才下来、啊。对啊，就他才闪得下来。等他吧。我都准备好了。我那边有三个，两个地洞陷阱，跟一个麻痹陷阱。晕啊，你还不晕啊？好、哦，干嘛？有了有了，再打一下。哎、欸，他，哇塞，他不是20%的那种哎、欸。没有没有。有了有了有了，伤害够伤害够，尾巴。哦、他要10%才行，不是20%哎、欸。每只魔物判定不一样。嗯，难怪那时候不小心就杀了他。玩的不错，明兰桑。赚到大金。有赚到大金的红。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我天哪！一堆黄历耶。117次，什么117次？我、oh, 看到了。铸太刀，很太。我打你3次，我加起来120哎。Oh, 对、啊，今天是那个要出。嗯，好了，我可以做了，换你的了，残爪是不是？残爪。我要看一下我的，我要查一下。打完萤火换我接到4金1铜的萤火，厉害的，那几人的、啊？4人的、啊，很棒，很棒。留着下次缺再打。